他的套路可以说是打得非常顺。哦，差一点。啊，卖。这里呀。干你。只要被接到就是死了，这个就是卢卡斯在单挑场上是非常优势的，所以这个叫做不能失误的决斗，你只要失误就输了。五十二技是最难闪的，其他倒是都还好。就拍趴，这个不能贪打。很刺激啊，跟这种最强卢卡斯打就是这种刺激。哎，他应该累个。
然后卖。